对，我就看这边一个白白的，偷偷飞回来，在那个山壁那边头山上有个白点，有没有？刚才我看那个山壁上的白点，那看起来以为是大便，不过后来拉近一看，这只是公鸟还母鸟，看不太出来。哦，有它在动，有在动嘛？对。有嘞，还真的有。有小鸟，有吗？哦，对，就是它，白白的小鸟。真的耶！哇，看看，这个好清楚哦，好清楚哦。哦，有没有小鸟？老鹰。太远，真的可以游走，而且这是鸟种。老鹰，不是老鹰。它不是，好了，算老鹰好了。算它跟老鹰不一样，不同科。它是准科跟鹰科不一样。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有啊，你看不到。有看到，飞最快的。在动了，有没有？在那动了。它看我们很清楚了，我们看它看不到。看不到。对。他的窝都在这里呀、啊，他的窝都在这里，这边住一对，对，哦，他的窝对，没有，有吗？还有在看我的窝，有，这样看得到，哎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有，哎，很清楚，这样，对，到，回来，一直在飞哦，一直在飞，在飞过来，对。回来了，哎呀，八！飞过来了，另外一只，我两只交换了，对，两只交换，看，好。他回来就把它撞开，有没有？这只应该是公的，这一只。其实有点看不出来，拍这一只好，这只比较漂亮。大便要飞了。来了。没有没有。哇！太难，有了。要停了。有准，那边有告示牌有写，在这里。另外一只呢？另外一只刚刚在那里蹲。现在刚才其实分不清公母，另外一只回来之后把另外一只撞开往，啊，在老位置啊，在那边山头上有的点在动，对，那里点在动。有一个点白白的。嗯，那里点在动。跳过去，有拍到吗？有，还在。看一下是要找食物，对，它叼食物。好嘞。就刚回来的那个。对，它在最远山壁上那只，它现在去叼仓库拿食物出来了。哦，对，真的哎。它现在在拔毛，对。它哪一只比较漂亮？它这边的不好分，公的比较小只。公的比较小只。对。现在这只拔毛。然后运气好，带出来母鸟去空中交接，就可以收工回家了。你要看一下，来，这样子应该看得到。那个是哪里？哪里哦？这边比较暗，这边太有点太远了，你可能有点难看到。这哪里？是，你要看吗？看什么？
母鸟飞了。啊，太慢太慢，还在飞，可以。有，好，加上。哇，飞机后面。你怎么知道公鸟跟母鸟？感觉，拍久就大概知道。它这边的这一对比较难区分公鸟跟母鸟。啊，有准，有啊，它全世界飞最快的鸟，对。等一下哦，再抓、哦、啊。啊？它有两只住在这里，对，他们是夫妻。夫妻。对，他们是夫妻住很久。小孩吗？小孩，你五月来的时候会有。对。或者明年。哎，对。今年的已经飞走了。要飞去哪里？自己出去生活啊。你先看一下，哇，你看一下，我再把它拉上去一点。它是母鸟。它要飞了，它可能要飞了，它可能要飞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它在擦嘴巴，我会觉得它应该想要飞了，飞了，快跳上去，跳上去，它可能要飞了，你先看一下。来，你把它放地上，我把它转下来给它看一下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可以吗？还是太，还是要上来看？有吗？那我把它转正一点啊。有吗？有。有。那你觉得它很可爱吗？有比你可爱吗？有、哦。你要看那个三臂鸟，它如果飞起来，它就你就看一只鸟飞出来。然后后面一只飞出来有没有？来了。追呢？啊！我没有追到。我已经知道它在哪。是啊、哦。哎呀呀，他脚上一只